大家好，这里是铅笔厂上班。那今天呢，就先不管相册了，这是我偶然发现的一个小游戏，叫《疯狂医护室》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人非常的莫名其妙。总之，他就是会有各种奇怪的病症，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去处理这样。Hurry, my fats lose terrible after last night's drinking. 你应该要停止喝酒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想到了一个更好方法，为什么你不要就是给我一个简单的塑胶手术？而且为什么名字叫 hot dog？What do you mean？你说什么？就我们现在就一点点工具啊，那。All I have to sell hot dogs. That should be enough. Open those to see tags. 啊，都是英文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看看啊。哈，F of a cuts. Get out. Shoulders. 四个。Move one from one. To inside，然后我就是 hot dog 啊，use，哎，发现自己英文真的很差，然后他怎么长得这么的不好看？然后 drape on with the candle。哎呀，这到底是怎样？没道理，你拿那种夹热狗的夹子，然后去把它给夹起来之后，然后又拿蜡烛去。不太理解，是全部都要是不是？然后要 remove this，画着，这个小朋友看了会不会做噩梦啊？这样子手术也太厉害了吧？这样整形医生不就全部都要失业了吗？哦。Click to sign。就这样。对，你的确变得像卡通里面的王子，可是实在是这个手术过程有一点胎哥。哎，宕机了，好吧，我重整一下。hot dogs，热狗买一个吧，不要太害羞。Academic cat。直接 skip 吧，看一下他要求什么。330。旁边那是时间哦。这样，好，虾米，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胎哥，不过就算了。
这游戏最大的坏处大概就是它在 Next 的地方有问题，所以要每过一关你就要重整一下。时间马上就开始倒数了。这样吗？这样吗？你没说这样就不对啊，大哥。哎，可以三眼啊！哦，好，怎么办？真的好恶心啊！对，Nest 没有是没有用，它恶心到好有特色，我的天！我们今天就是把它迅速的用，然后还有没有看呢？What baby，belly button？I want to eat like I used to and not get 好，我当没看到。What the？哎，那你这样心脏没问题吗？哎，都好像不太对哦。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？怎么办？他真的是恶心到，真的好有特色哦！我的天，拉面西西，哇！泰哥，泰哥的，但是实在是，啊，真假？不是缝起来吗？哦，这个番茄酱是哦，增加哦，哦，已经没有给我那个了。right leg。然后先把你再加点时间，不然这个真的是来不及呢。这样，然后最后把它滴一滴。我好像会了，我好像理解了，但是我又不想理解这种事情。
すみません、僕が知れば。先帮你滴起来，然后。对不起，虽然你插的地方只是你的一根骨头，可是看来是有用的。然后要帮它愈合，诶，然后你把超帅的东西给他，妈，好，胎哥，可是实在是胎哥的好友。我只能回复了，就是他真的好有特色，但是每一关都要，重来这件事情挺烦躁的。在弄之前呢，先处理一下，就是，对不起，刚刚忘了再加点血。哎，不对吗？等我看一下，got ，ASA，果然还是要看一下步骤是什么。满嘴的烂牙，OK，然后。OK，然后用这个，诶，哦，下面是不是？四五六，五，后面就没有太多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提示，所以就要纠结一下，然后看一下他希望我做些什么。先看一下，五 KO，哇哦，哦，哇，cut and 啊，你脊椎侧弯的好严重不然就换这个好了。你没说不行啊。嘿嘿，我要加点血。哎呀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对，要再把它粘回去，对不对？哎嘿嘿，没粘到，没粘到，就，OK，got it，这真的就是，不得不说，某方面来说，真的很有特色啦。但实在是刚开始乍一玩，是真的有点太割了。哎，还剩三个，今天的要求是，哇哦，不管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加秒数。不对哦。对不起，
不是涂药吗？不是哦，赶快看一下。Cut。诶，cut and place two of two, get one of shadows from. 啊！居然是真的是这样，这不是整形外科了，这是人体炼成的，别闹。我的妈！这是人体炼成术吧？哦，果然最后要再帮你粘起来，有点真的是心脏不太好。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，最后两个人啦，怎么会有一只老鼠在那里？不，它们应该不叫老鼠，它应该叫做狗。这个有点快，好了，我们剩最后一个人了。快好啦，快好啦，我们快结束啦！有，先加个血，然后呢，首先呢就是这个，后把它想办法粘起来。粘起来，粘起来，快点！OK 了吧？然后再来就是，然后把它夹起来，再把它贴回去，然后最后再把它粘起来。这一关就算结束啦。menu 都是坏掉的，好不？一直看到我在重新整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个疯狂医护室就到这儿啦，真的是奇形怪状，各式各样，啥都蛮诡异的。不论是治疗的方法，还是这些人，对，不过没有关系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先到这儿啦，这里是 H 钱币城上班，谢谢你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